他们觉得我是汉奸，那你为什么要进来？那些医生都是和你一起的吧？是，是来救我哥，他叫林涛，他被俘了。解玉，你疯了？没办法，我哥有小伤病，就快被他们打死了，我不能。 你们这根本就去不了优势，我去把狱警引开，你们走。不，要走咱们一起走。那样的话，我们谁都走不了。那你怎么办？冷静点，听我说。见到组织上的人，跟他们说，云还在池塘里，从来没离开过。